好，还有没有人有讨论的动议哈？好，那我现在宣告休息，进入协商。哎，主席，我提的案子在前面呢。对不起，主席宣告休息，我先丢给你的哦，主席。那、啊、你现在讲吗？我根本还没有看到你什么东西啊！我已经丢到你桌上去了，要不要再把影片倒带一次？丢到我桌上就算，我都还没看到什么内容呢、欸。哎、欸，要不要影片再倒带一次啊？我还没有看到你们的东西，要不要我现在正在进行讨论，现在进行休息，刚才在讲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这样讲了。部长坐这边两个多钟头，让他去上个厕所。哎，主席要不要？主席要绕跑了，主席要绕跑。别浪费国防部这么多官员的时间，我们有提案文字在你的桌上，我们有看到内容，那些都是中文字看得懂。你要丢上一个东西来。什么叫多少东西？委员联署的提案，什么叫多少东西？我现在要求休息进行协商，不行吗？不行，没有人要协商，我们要进步表决。散会动议要先处理啊！散会动议进步表决，散会动议要进步表决，那个是议事规则，你不要自己发明规则，你不要自己发明规则。散会动议要进步表决，字在你的桌上，你收出去了。休息进行协商，没有没有这回事啦，不能浪费一堆官员的时间在干嘛？主席，你不能离开了，你要继续啦，你要继续。没有这样做的啦。时间呢？我们还要持续，我还要持续。没有散会动议有议事规则，散会动议有议事规则。散会动议提出来，你要进步表决。我还没看到内容，表决输了直接处理。在你桌子上，你眼睛往下看。我已经宣告了，我已经宣告了。我讲你的散会动议优先处理啦。我已经宣告了。你如果要休息，是不是让？国防部非必要官员先回去，我们要开会，让他们先休息。休息我现在先休息，进行协商。议事组看得非常清楚哦，我们协商啊，议事组看得非常清楚。讨论一下。议事组看得非常清楚，我已经把提案送过去了、哦。主席是我，不是议事组。当然，我说议事组提醒主席，不要没看到。主席，如果你没看到，等一下你要不要重新倒带一次？不，你丢个东西上来，主席要不要重新倒带一次？我还在主席要不要重新倒带一次？休息休息休息。对不起，主席，尊重主席好吧？主席，尊重规则了，还是你主席不会主持吗？太离谱了，尊重主席好吧？主席，你们协商不会主持吗？太过分了，协商不会主持是规则。休息，主席，你是连主持会议都不会主持是不是？还在注意调。主席，你是不会主持会议是不是？我不是说过休息。你是不会主持会议是不是？休息先。主席，你是不会主持会议啊？这个杯葛到最后一刻。主席，你是不是不会主持会议啊？他先喊休息。主席，你是什么都没有，我们两个一起提出去了，你也不要不知道。我老师已经叫你死啊！不要说我怕休息。主席，主席，要不要重新影片再倒带一次？尊重主席。主席，要怕休息吗？重新倒带一次，你们怕休息吗？倒带不倒带，请尊重。为什么不怕倒带休息吗？休息会先要先处理啊！没看的吗？宣布休息了。主席嘛，散会动议啊，要先处理啊。我哪个委员会？我哪个委员会？在提案在散会动议优先规范呐。主席，你要跑去哪里啊？主席休息。处理啊，你先处理啊。所以主席就是绕跑主席就对了。先处理啊，你先处理，先处理。所以陈以信，你是绕跑主席就对了。处理，你先处理。陈以信，你是不是绕跑主席？不要绕跑了。陈以信，你是不是绕跑主席？不要绕跑了。陈以信，你是不是绕跑主席？不要绕跑了，不要绕跑了，不要绕跑了。陈以信，你是不是绕跑主席？对啊，陈以信是不是绕跑主席？绕跑了，绕跑了。陈以信就是绕跑主席，那为什么不主持？我已经提案过去了，你绕跑，你绕跑，没有权利是休息了。你违反了所有意思，意思规则没有在之前过审预算了，现在不处理动议了。所以你认为我们丢都不是东西，中你们的要讲过，我在你之前就先提案了哈。我在主席宣布已经提案了，我在主席宣布已经提案了哈。我在主席的目前已经提案了，主席，我在你之前已经提案了，请你尊重委员的提案。你把主席休息了，我已经在前面已经提案了，你先不尊重我们在前面哦，你先不尊重我们其他委员在前面哦。我已经提过了，我已经提过，我已经提过，我已经回来了，继续群打，你不要绕跑，你不要绕跑了，中午吃饭，我们已经先跟主席之前在。我们在休息之前，中午休息啊，中午休息吃饭、啊，你根本就不会协商了，你根本就不会协商了，主席根本就是绕口不协商，我们大家都知道嘛。我们没有把官员留在这里、哦、所以主席只要把我们的程序处理完毕就好了。我可能要巡打一个小时、啊。你本来就是这样子啊，否则为什么我们提了出去，你为什么直接喊休息呢？我们在之前就先丢出去了。什么？所以我已经提案了、啊，我提了两个案子啊，一个是停止讨论，一个散会就议，这是优先事项，主席先处理啊。你都有看到嘛？主席说，主席少来了，少来，不然影片再播放一次嘛。影片再重播一次，敢不敢？好吧，可以再重播、啊。那现在就重播、啊，现在就重播，看是不是这样子嘛？现在就重播，来来来。
人家讲得很清楚，主席决定了，主席决定了，主席不用这样子了，不要连预算不没得审，连会都没得开，主席有收件了，为什么提上会动议啊？主席有收件了，刚刚不是说不要正常啊？主席有收件了啦，主席没来啦，主席有收件了啦。经过二读，然后散会，进来可以解散，主席有收件了啦。陈以信说休息，然后要散会，只会议啊，休息啊，今天才会提案在先呢。那你们在先休息，每个人都每个委员会都喊散会动议，散会动议。怎么本来就是提案在先呢？主席就是要尊重委员的提案嘛。你主席怎么可以不尊重委员的提案呢？那你有人提临时提案，我只是请主席把战事处理完毕之后，你要怎么样，我们都没有意见啊。主席宣告休息，请主席尊重委员的提案，请委员尊重委员的提案。请主席坐在，请主席。主席休息，休息完之后你都知道我们提案给你了嘛，主席。哎呀，别那那啦，不要内行人老是做外行事，不要内行人都做外行事。你要跟谁讨论？直接处理就好了。讨论什么？协商什么？要协商什么？没有人要跟你协商啊，我们就提一个定时动议啦。散会动议要提升，散会动议要提升什么？来来来，我们真诚的知道，提散会动议要协商什么？你又创造新名词出来了，你又创造新名词了。我也提出停止讨论、进步表决，我也提出散会动议。主席，我们已经把案子提到你桌上了，请你尊重委员提案的权利，请你尊重委员提案的权利。主席要上厕所啦，那你就处理完毕啊。我也提了一个停止讨论啊。我也提了一个停止讨论，我也提了停止讨论在你不要说你没看到，你明明什么都看到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嘞？你们的动议你处理，你们的动议你处理，我们的动议你都不处理。对啊，怎么可以这样？你已经收进去的，影像档都看到了。这有什么？我们提停止讨论还有什么好协商？你们的动议让大家充分发言，我们提动议你就不处理。对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有收上去，你有收上去，没有协商，我们不协商嘛？主席不让人家审会议，不让人家开，现在还要霸凌，我把它处理完，你把它处理完，讨论了。我们提出停止讨论的申请，陈昭伟，我们提出，麻烦你就主席的尬词，就按照议事规则来处理。他就有尬词，所以就是议事规则嘛。你讲了一大堆，你就是不敢按照议事规则嘛。你喊休息之前，我就已经提案给你了。议事规则没有说，你不要动议先进去，你休息在后面。对呀，动议先提，休息在后面。规则没有说要马上处理的啦。谁说的啦？我已经提出来了，我已经提出来了，马上是议事规则提出来了，你就要受理讨论啊。你大家都知道，三位动议是最优先，没有看到哪里，三位已经宣告休息了。没有啊，那三位动议写一张三位动议，大家都要跟着三位动议吗？对不对？他要宣告啊，有人提散会动议啊，没有宣告嘛。什么？你协商你就不会回来了嘛？你喊休息，我们还要询答，我们还要询答。啊，不就变闹跑主席？好难听的噪，询答，好难听的噪，啊，变闹跑主席。好，主席做，主席做，安尼敢无架子，对不？哎，你最起码让国防部非必要官员回去吧。看到了没有？就是这样的主席啊，宁可自己闹跑，所有国防部的官员留在这边。口口声声喊国家安全很重要，就是这样的主席啊，就是这样的主席啊，不尊重国会委员会的审查嘛，说停止讨论的也是停止审预算，也是国民党主席跑掉的也是国民党，没有审，我没有审，超出审查的叫民进党，叫散会的也是民进党啊，霸凌主席也是民进党，你是在弄事情啊，对不对？八个委员会拒审委员会的审委员啊，都在这个地方啊，八个委员会同时拒审，就是国民党团的决定。要审，我们有要审，我们八个委员会通通拒审，我们有要审，造成今天这种结果。我们要审预算，根本就是刻意来背这样的国家的民生经济。我们要审预算，陈以信绕跑。我们要审预算。什么时候看到这个？今天讲的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办法掩盖一件事情，就是陈以信、招委是绕跑主席啊，这就是事实啊。主席一名。先宣布休息，民进党啊，人道考量，赶快去。民进党睁眼说笑话了，我这里一张表了，要不要先去检查一下他们在男厕所、啊？睁眼说笑话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我跟你讲啦，国民党啊，这八一百年以来啦，睁眼说笑话，创下最大的恶例啊，最晚审查。睁眼说笑话啦，睁眼说笑话，睁眼说笑话。什么半个没有，只剩下财政部。十一月二十九号。
是九，你们怎么讲？全面拒审是你们讲的，全面拒审是你们讲的，十一月是你们讲的。这个也收下，这个也收下。各位，全面拒审吵成到十二月的有多少？十二月厕所都回来了，有多少等到十二月的？刘世芳，这个也收下啊！你看，主席要不要表决？休息。我们已经提散会动议了啊！散会动会议询问，散会动议优先表决。散会动议优先表决。休息时间，我们来协商。我们的动议你什么时候处理？不是陈以信委员，你是你们来我们来协商，你们是自己党要协商之前。不，我给你拜托一件事情呐、啊、哈，动议怎么处理，我们待会我们党对党来处理没有关系。那今天我们都知道现在在做什么事情，国防部这么多官员都在这地方，让他们非必要的回部办公，这样好不好？我们来协商。不是，我现在就跟你讲，我现在公开就跟你讲这个事情嘛。没有，动议要不要处理，我们可以好好来谈。非必要的官员，他们回去上班啦、啊。他们都是重要的官员、啊。今天两天本来就都该在这里啦。我想抽出动议的那个因果，我们都知道，不用再谈了。来，我你改动没共，你改一共。